七个人一桌呀、啊。咱团的还没，还没坐呢，你坐哪个桌？咱团的，随便坐吧。哎，你们七个人坐那儿，然后有一个三个人的吧，两个人的。花生。全是凉菜的感觉，冷的，全是冷的。菜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冷的多是吧？这锅巴上面有白糖吗？吃饱没有啊？这个饭反正吃的还可以啊，我就喜欢吃那个锅巴上面撒那个白糖的，吃，然后就吃了一下。